是薛之谦对他软硬兼施。如果他一提出分手，薛之谦还做出把公司的家具电脑都砸烂的极端行为，同时又承诺一个月内必须解决之类的话。然后有一天半夜，他突然接到薛的电话，说高磊鑫得了脑垂体瘤，再要1000万看病，否则就要爆料说薛之谦残忍抛弃，患病遭妻。此后薛之谦一拖再拖，李雨桐最终选择离开，放弃了感情和网恋。对于被很多人质疑为何这时发生，李雨桐反驳称，当我知道他和高磊鑫重新在一起时，该让我如何理解？那曾经赔给高的钱，现在是不是成为我送你们的嫁妆呢？第二年他与薛之谦合开淘宝店，起初只是单纯的合作伙伴，随着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多，突然有一天薛之谦来跟他表白，说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他，但是因为高磊鑫已经怀了他的孩子，不能跟他在一起。而当时高磊鑫还要求薛之谦和他结婚，而之后薛之谦突然打电话和他说高磊鑫说他流产了，薛之谦怀疑是被骗了，和他提出离婚，